伞不敢落地看看，听令杜鹃吃鸡帮忙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老铁哥。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令我非常难受。那就是其实我已经抽过奖了，大家知道吧？大家可以看那个福利列表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抽的，抽到了一堆东西，但是我忘记录像了。啊，这天哪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看到没有？我连新衣服都抽出来，而且还抽到个顶级背包。妈呀，算了吧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反正没有抽到这个 AWM， 并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个 AWM。来，给我出闪光，快点，老公 ，AW 啊，双胞胎衣服，天哪！三个衣服，来，请上，太扯了吧，哥哥，快点儿，继续闪光，继续出，这是废了，兄弟们，一个好东西都不出，妈，刚才那东西闪光闪的不停，全是粉色的，而且是大家，全是粉色的，你看看现在，呵呵，啥玩意儿都没有，全是坑货，别闹，这发不出就不抽了，就换礼包，那个礼包快绝版了，妈呀，真不出，哎呀，三个卷子，来吧。三个卷子啊，而且刚才还单抽出来个大猩猩，知道吧？刚才还单抽出来个大猩猩，唉，倒霉啊，真倒霉！快点，老公啊，给我出出个黄金三级头！啊，平底锅！啊，又一个平底锅！再来！哎呀，还是这个礼包好，上来就出货，还抽起来没完没了。接着来，快点，老公！轻轻松松见啊，三级包，你出偏了，哥哥，我要的是三级头，三级头可以吗？可以吗，哥哥？好像不是太可以啊，还抽到了卷子，这个其实比较合适的，但是这个低级礼包给高级卷子，我的天哪！但是对，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军团福利又抽到三个，我去，两个平底锅。一个三级包，妈呀，这也太牛了吧！我去，来，49张卷子，来吧，没啥好抽的了，我要跟你决一死战，啊，出，单抽卷子，免费卷子，闪光，啥玩意都不出，想要啥啥也不出，这个三级头没出来，还得接着抽，天哪，算了吧。先就这样吧，咱们先去搞一把游戏，一会儿再接着抽。二了。